讲到传统呢，就会想到是老东西，其实根本不是。你想想看，四大运的闭幕的唢呐，你就知道其实它很屌，它的送神非常不一样。所以我非常郑重这次踢法的一个节目叫做蓬莱。那蓬莱呢，其实它就是有南管、北管，甚至还有 rap、R&B。那甚至你去仔细听，其实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是从无敌铁金刚改的旋律。这个演出呢是3月2号到4号。在国家戏剧院，欢迎大家来购票。